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生活艺术家》，我是傅志轩。在这个我们上集呢，我们做的这个相思豆耳饰，对不对？那在上集呢，志轩已经完成到了，还算可以的地步了，对不对？一半喽。那接下来，老师，我们要怎么把它完成呢？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是不是细线还留在上面？对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绕完一公分的单圈之后，细线呢就可以直接帮我用我们的斜口剪把它剪掉，剪细线哦，不要连粗线一起剪。好，请你把它细线直接剪掉。那有时候摸起来还会有一点点刺刺的，请你用这个平的尖尖的这一支，帮我把刺刺的呢顺着它绕的方向稍微夹一下，让它不要刺刺的。好，好，你先试试看。所以我现在就是先把细线剪掉，直接剪掉。老师这样子，这样子可以哈？对，直接剪。剪刀是这个？对，贴着它，平的贴着它，这样子。对，直接剪，不要剪到粗线。好，剪掉之后，好，用尖嘴钳稍微夹一下，好，不要让它刺刺的。对，很好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这边线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就是有一点像这样子弯弯的这个弧度，对，对不对？我们用尖嘴钳帮我夹在这边，是夹在没有绕线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刚刚绕线在上面，对不对？对，夹在没有绕线的地方，直接呢把剩下的比较长的这边往上折，不，往后，它的正后方，后对，往它正后方这样子折过去。你先试试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圆嘴钳哦，所以不一样。对，这个是尖嘴，所以我就是把它这样子夹着，用尖尖的地方夹着，尖尖的，对，尖尖的地方夹着，好，直接把这个往后扳。很好，就这样用力，好，很好，就这样，好，好，然后呢？好，好了之后，我们这边不是有两条线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呢，可以把它随性的扣在我们刚刚上面，是不是还有一段这边？对，就是绕线的这一段这个地方，我们就直接把它很随性的扣上来，做个简单的装饰。勾住，勾到上面，有没有？就这样勾住，然后你的相思豆刚刚有一点晃的时候，就可以再让它更稳固。好，对，把它勾住，好，很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大胆的勾住。好，很好，就这样。好，你有看到它交接的地方？它这边是不是太长了？所以我就把多的直接剪掉，直接剪掉它交接的地方。一样刺刺的啊，你帮我用尖嘴钳把它。往下扳，我们那个线啊会这样错开，请你让它不要错开，压在下面试试看。我们只是把它勾上去，然后交接的地方剪掉。老师像这样吗？对，很好啊。然后这边呢、啊，我会把它让它的弧度更明显一点，有没有？你刚刚很好把它勾准一圈，我们就把交接的这个地方直接剪掉。是，对。那我们是不是还有一条线可以去做装饰，对不 对？好，那。这边呢、啊，如果你觉得，哎、欸，我下面呢、啊，我想要就是，如果你也可以把它这样子放到上面，再去勾一圈，这也是，但是不要让它是一样的，你可以让它稍微高一点，让它有一点层次过去。你说像这样子？对，让它有一点跟原本的那条走线不太一样，很好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再好随便勾吗？然后我会勾在，我一样就是勾在上面，然后多的我就把它剪掉，多的剪掉。所以像这样子把它这样勾过来、对啊，很好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边让它弧度明显一点，然后这边呢、我会用尖嘴钳再让它扁一点点，这样扁一点点，看起来会更秀气。好，像这样。然后你刚刚很好把它勾住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交接的地方是不是在这里？对，所以这边交接的地方直接帮我把线剪掉。可是剪掉，你看这边是不是刺刺的？对，一样要再用那个。对，我们要把它搬到藏在下面，让它不会去勾到我们的一些衣服啊之类的。应该怎么夹？尖嘴钳这里，然后把它这边不是凸起来吗？我只是把它这样子夹着压下去，有没有？摸起来就不会刺刺的了。对，好，试试看。所以我就把它夹着那一根，把它压下去就好。很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好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主体已经完成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上面我们不是要把耳钩放上去吗？对，所以呢，我这边呢、啊，请你先帮我往左边搬一下，这边把它整个这样搬过去，很好。然后呢，留一公分
剪掉，是，然后这个稍微长一点点剪掉，一个短一个长，好，好，试试看，像这样子，大概一公分这样，对，短一点点，这样，再短一点点，好，很好，然后这个稍微长一点就可以了，有这两，好，剪掉，好 ，OK， 剪掉之后呢，换我们要用圆嘴钳，就是这个是圆锥状的这一支，是，对，直接呢夹在线的底端，然后把它往右边，我们刚刚往左边搬，对不对？往右边转一个圈，所以夹在线的底端转一个圈，靠着圆嘴钳转一个圈，有没有？是。然后这边一样，夹在线的底端，我就直接把它转一个圈到这一侧，这样有没有？变成两个圈圈。对对对对。好。好，先夹短的，慢慢来。好，夹在线的底端，很好，往右边转，很好，很好，继续继续，好，到底了吗？到底了。可是为什么老师我的是长这样？它还没错开，它有点还没合起来，对不对？嗯。我们刚刚啊，手本来是这样子拿，对。可是这样转的弧度只有这样，嗯。但如果我这样子拿，它转的弧度就会更大，哦、是。对，所以那个没有关系，这个熟练了之后就好。我们再把它靠近一点，好。然后这个也是，把它夹在底端，然后往反方向。整个转过去，转过去，对，用圆嘴钳哦，好，线的底端，这个就是到时候会做的像一个勾勾这样子，对，你可以用圆嘴钳的尖尖的地方，对，好，把它往过去，它是要放我们的勾勾的地方，嗯，还是很奇怪，不会，真的快完成，就一样夹在底端，有没有？再把它转进去而已，是，只是还没转进去，然后这边不是有个圈圈吗？对，那我们的耳勾这边。试试也有一个圈圈，对，我们就是要把它扣在上面，扣起来。对，那 C 圈呢、啊？这个耳钩是像一个 C 圈一样，对，它打开啊，请你前后帮我推开，嗯，然后不要这样子撑开，它就会变形。所以我们呢，用尖嘴钳，它有一个开口，直接把它往上推开，哦、打开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把它扣上去，扣上去，扣，你可以两个钩扣，也可以就是只扣一根，然后把它。合起来就完成了哦，它这个比较明显，比起另外一种，对，所以这个是我用尖嘴钳，好，好，所以这个是把它往上，对，很好 ，OK， 好，这样，然后把你的耳环放勾上去，两个吗？我看一个，你可以勾两个洞，然后你可以看你喜欢哪一面，然后就把哪一个放在正面，像它背面这边也会很好看。所以你可以，如果你喜欢这种绕线纹路的感觉明显一点，你就把这个当成正面。是，对啊。如果你喜欢就是简约的线条，你就把这个。我的好像是这一面比较漂亮。对，对不对？嗯，好。那个主食正，那个相思豆比较明显。那所以这个我就是在把它合起来，合起来。对，把它往下，很好。然后那个圈圈呢、啊，我们把它往上推一点。嗯 ，OK， 好。所以我这样有完成了吗？有。完成，噔噔，看一下看一下，我们可以凑成一对，对，可以看一下老师做的跟好像差不多啊，没有啊，有观众朋友看得出来吗？老师做的跟我做的其实差蛮多的哦，这一个是我做的，这个是老师做的，有差有差，有没有？嗯，不会啦，其实很像啊。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我就把它当成一对了，好不好？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？不过导师这时候观众朋友就有话要讲了，他说：“如果我今天呢，我没有耳洞，但是我又想要玩这种东西，我又想要做这个相思豆耳饰，那怎么办？”我们可以就是做成耳夹，像我现在这样看清楚嘛？我现在耳朵上面有一个，就是用耳夹的方式，是嗯，把它夹上去的，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呢就可以来做，就是用耳夹的部分。还是老师，我们不要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就开始，没问题。好，因为就是大家都会讲啊，大家这么漂亮的饰品，结果都是只能有穿耳洞的人才能戴。那我没有穿耳洞，我就想戴。好，然后这边呢，我们你选一颗相思豆吧。我觉得这一颗好，蓬蓬圆圆的，很可爱。对，等一下我也挑一颗。好，我们现在也是用22G 的线，你也可以用再粗一点的线，看就是你喜欢用你喜欢的感觉。对对对，这个给你，然后这个我就直接来。好，我也是挑一颗，
然后呢，我们在前端啊，用尖嘴钳，是，然后前面呢、啊，大概留0.5公分就好了。然后就是你可以穿的进去的这个长度，然后不要凸出来，不要像这样子凸出来，就是刚刚好这样子的长度。好，我们就把它折一个90度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交给你。我现在先来感受一下它多长。好，好。好，比如说它在这边，对，然后我就给它折一个90度，对，好，折往那边折，直接折，嗯哼，很好，然后把这个放进去，好，放进去，穿进去，好，有没有凸出来？没有，还好，好，然后放进去之后啊，这一段线，请你帮我这样绕着你的相思豆，把它包住，这样子，顺着它的圆，好。刚刚涂乳液手很滑，对，非常滑，感觉要老师了。慢慢的这样子包住。老师，我觉得我这样真的有困难呢。好，因为我来帮涂乳液，涂个那个不可以包个两圈这样。好，好，交给你。你看，这是老师包起来的样子。把它穿，就是哎，这个是不是就是老师刚刚有讲到，就是比如说我有那种宝石啊石头，对，它也是我不想要打洞还是怎么样，是不是也可以类似的包法？对，它也是一种就是包的一种方法，但是这个是有洞的嘛，对不 对？有洞的会比较，我们会比较好去做操作，是，对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好，好。这样之后呢，我们这个线不是长长吗？我会用手把它推90度回正，像一根就是棒棒糖气球的这种感觉。推90度，很好，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，好。然后我们不是有那个耳垂吗？耳垂要有个厚度嘛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用圆嘴钳。耳垂的厚度，我们用最大的圆径的地方。是。好，就是直接帮我夹着。是。好，然后把这个这样子弯上来，然后往后弯就对了。對，用最大的圆径夹着哦，好，往前往后都可以，好，就这样子，对，弯过来，很好，好，好，弯过来之后，它的侧边啊，是不是有像这样子的一个厚度，就是我们夹耳垂的那个地方？好，夹了之后的这边呢，请你呀，从底端帮我开始算，帮我留个我看一下哦，4公分左右，4公分，我们就把它剪掉，是。来，我们留个4公分左右，我们把它剪掉。好，这边剪掉了之后呢，我们要用圆嘴钳做小瓜牛。小瓜牛、嗯，对，像我这个耳环的背面啊，它就是一个像小瓜牛、哦，像那个棒棒糖，很像蚊香吧？对，很像蚊香，对不对？对，我都会称它为小瓜牛。好，好，这个要怎么做呢？我呢会用圆嘴钳，它。里面是最小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用圆嘴钳最小的地方夹在线的底端。好，直接转一个圈圈，圆嘴钳转哦，是圆嘴钳转，变成一个圈圈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多转半圈。好，这样，来，你试试看，往里面转。对，你要往左或最小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圆嘴钳最小的地方。好，夹在底端，很好。好，然后转一个圈圈。转转转，好，你可以再退回来，可以这样转吗？对，可以，这是不好的方式。不会，像我们刚刚你转到这边，你觉得哎，你的手已经那个不行在动了嘛？你可以同样的方向直接转过来，再退回来，对，然后再转一点点，有没有？哦，了解，好，好，这样我可以。好，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圈半，对，对对，换尖嘴钳平的这一只、哦，要换，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这样子平平的夹住它，再继续把它转进去。弄圆嘴钳它没有办法，因为我这样子再转进去，它就会夹到我侧边的线。对，所以我们要用尖嘴钳平平的去夹它，然后这样子转，有没有？像这样慢慢的把它转进去，转进去，有没有开始有一点蚊香的感觉？好，继续转进去，再转进去，然后转到哪？转到跟相思豆差不多的位置，它就是我们那个。耳扣后面的那个夹的地方是好，有没有跟耳朵差不多的位置？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其实手做真的很有趣。来，我来慢慢转，没关系，慢慢转。哎、欸，我发现我转错边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夹哪一边都没关系。对，好，夹着，然后夹好哦，然后往里面转，很好。对对对，
好，然后再回来，再慢慢转。对，尽量让线啊贴着，就是蚊香不是密密的这样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可是老师，你是怎样让它贴着？就像这样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所以一开始我的洞会比较大，是因为那个没有关系。一开始、那個、就是刚开始洞，就是你刚开始夹的这个地方啊，可能那个没有贴着我们圆嘴前最密的地方，但那个没有关系，很好啊，很好。这个作品很有关系，因为这个作品我打算要送给那个人家的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，好，继续哦。这个今天也在现场，我们理事长夫人啊，没错。所以这一定要非常专心来做这个东西，夹紧哦，它才不会滑，它才绕得上去。好，很好，继续继续。OK， 我感觉你很吃力，你可以放轻松。那你都是很轻松的吗？我感觉它非常重。我们只要手稍微用力一点点夹紧就可以了。感觉你好像在重训哦、喔。对，可是为什么老师我的为什么会歪歪的？还没，我们还没结束，还没是不是？我的也歪歪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呢。老师，你看我夹的手都红了，没关系，红了。这个还好，这个多练几次，长茧了就不会痛了。等一下，长茧了，老师开始在吓那个人吗？长茧。我们刚刚不是夹完是这样歪歪的，对不 对, 对？我直接平平的夹着，然后左手抓着，往反方向推回正这样子。哦，你试试。你是说像这样？对，夹着。那你是要往这边回正？对对，回正。还没正。这边，他这边啊。我们左手这样子推着，指甲顶着，然后把它回正，再回正，有没有？它就正了、哦，这样就完成了吗？没错。这其实可以蛮辛苦的，而且是真的是手马上红哎、欸，这个你看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得出来哈？有没有这一整块？这就是刚刚我这样很用力，很用力。所以其实它这又是另外一种的编法了。嗯，就是。我们其实也是直接刚刚即兴创作出来，它其实不用我们金属线就是这样，它可以、你就是有想法，你要做什么样子都可以，像这样子，对啊，可是它也没有一个名字吗？啊、它其实就是耳夹，比如说叫做蚊香耳夹之类的，蚊香好像有点那个，没有吗？你就相思豆耳夹就可以了，相思豆耳夹，所以它这个做法，它也没有一个特定的名称，没有。也没有，就是你刚刚即兴创作，就是哎、欸，既然我刚刚自身提到，就是说我这一种是 for 就是我们有戴耳环戴穿耳洞的人嘛、那如果说今天没有穿耳洞的人，我也想要戴相思豆的耳饰的话、就是，那就是用这一种做法。对，它就是耳夹，你也可以，如果自己有一些圆珠珠啊，天然是珍珠，可以，对不对？这样做就很漂亮，很美。天然石，可是像珍珠，他们如果说没有洞的话，那怎么办？珍珠没有洞的话，那可能就要换另外一种包厢方法、所以非常难啊、最难的就是后面这边可以戴一下，就是自选手红掉的这一边，有没有？这个其实可能有在玩这个手工艺的这些朋友们会觉得啊太简单了，但是对自身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刚刚讲到，如果说像是没有、穿洞的这种宝石的话，就可以再看就是去上课。为什么？因为上课老师就可以教你像前面这些作品，对，它就是没有穿洞，然后老师还可以把它包成这样子，不会掉。对，比老师的这个我们讲求婚钻戒吗？还是订婚钻戒？对，求婚钻戒还要牢固，对不对？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下一阶段回来我们继续再聊。